那个小关，你去守丧。上贼比较好守，下贼不好守。好，那个小关，你去农场。小关，你去农场。这样子，那田姐儿，你待会哦，你可能要第一时间最时间脱战了。这样子，假设我们被打，你要脱战。这样子，OK，好。隐形。我看到这个团拓雷应该是拖我们的吧？错了。他们应该拓雷守点，哦，拓雷守点，没、欸、那个 DH 你转 DD，那个抢 buff 哦，那个空师你我想应该，到哪个我哪个。好，可以，好，可以啊，中场帮我盯好贼鸟，不要让贼鸟脱战。好，OK，我优先出他们两只出我，对啊，然后对 buff 的那房间，应该不会。他们脱战，贼鸟脱战要讲哦。好，我会注意，我会注意。我二队战旗，一队有战旗吧？哈，还是没有？没有战旗的话，我拉一下。对，我有战旗，我加。好，OK。我 DK 二队也有战旗。我有二队，我优先插好了，法王我先插，因为我近战，我绕进去这样子，好，后没面问题。插。好，对对对，那我我先插，插。那我插一队好了，我去插，好。我改了一队去，OK，一队是远程的。因为后面近战插都插到前排去，就很容易被点掉。所以狂暴谁打是护盾？不是。我有战士，我可以在后面。没关系。我插了会喊，我先插。小关，你偷敏锐贼能偷吗？就 一样吧，一半一半不是。反正你去的话，他每天要交资源吧。树皮。哇，DH 的熊熊好可爱啊！前行，急奔。靠背。我插的房里呢。DK 杀了，DK 杀了。OK，一队我牧师。哎，封我，封我，自己封我，封我，继续打，帮我打一波封我。他出无敌，我们转鸟滴哦。哦，哎，没有鸟滴。两鸟没出哦，两找法鸟师，没找出。法师，左手边那法师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，是梦者，是梦者。来，再压底打出来啊！压底打出来，他们两鸟没出。靠腰，靠背，DK 怎么死的？太快了吧！你要中场喊我一下，中场喊我一下，他们两鸟没出，你们人数优势，赶快打出来。DK 死了，DK 死。哎，那个中场打补正，中场打补正，打补目标，两鸟应该在我这。哪边哪边？小弟去。还要加贼，正常吗？正常吗？那个，去右上，右上，田小姐去右上，田小姐去右上，然后 DH 去矿场，DH 去矿场，DH 去矿场。可爱，你去右上，可爱，你去右上。我在跑，我在跑，蹭一下贼，蹭一下 DH。DH 去左上，DH 去左上，DH 去左上，快点，DH 去左上。鸟弟去右上，小关过一下去右上。小关蹭一下，小关蹭一下，小关你再帮我断一次，三个，他们三个出，这里三个，这里三个。鸟弟去蓝冷，鸟弟蓝冷把矿场开回来，DH 把矿场开回来。来，我们打冰斗，冰斗。哇操！中场蓝冷哦，农场三个哦，农场三个哦，还有一个贼，两只鸟弟。他们人都要跑，他们人都要跑。我开，你们走，你们走。他们在跑，出去呀。DK 死哦，DK 死。没到。那矿场可以吗？矿场可以吗？矿场在矿。一个法师。好，你去支援吧。我在。OK，好，支援。你去折磨吗？流利人在中间吧。啊。小关你也守着点，小关你也守着点。打断成功，自由之手，驱散成功。我们大部队，DK 要走哪？我们带集合打农，我们带大团打农，大团打农，然后打农，好，我们大团打农，农打假的，走，OK。莱茵那个有时间，那个中间留猎人，中间留猎人有。对，我走。对对，其他人走，其他人在打农，快，其他人打农，快。DK 已经在上坡了，DK 到了，走，我们打农，走。目测应该是前行直接在守，没有人在旗下，太好了。他们很难，我跟你讲，他们很难支援哦，很难。防我开，我开就好。你好，我抓。不是说打农吗？DH 你那边几个？两个。我干两个，两个。农二，农二，农二，农二。跟大团压过去，压过去。哇，满吹。
没关系，我拿这个皮哦，拿这个牧师，先去拿那个牧师，旁边那个牧师，不要让他过去大团。骑下去打，骑下去打，骑下这两滴去打，不是开开血，我看是开开血了。帮我控下，升旗升旗，控一下控一下，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，控血控血，哇，是冲到冲到，接团接团，我插旗，来我们去打，混压混压，骑下混压，骑下混压可以吗？骑下混压，牧师混压，居然帮我分一下，我在我先过团旗，要跟我讲一下，那个鸟敌往市场走，鸟敌往市场走，来赶上升旗，赶上升旗，赶升旗。射了射了打射了，来我即将开个罩子，帮我把血抬起来，帮我把血抬起来。能量燃烧驱散成功，燃烧去一下燃烧，来继续打射了。神将，神将，神将，无敌，转牧师，转牧师，转旁边牧师，烽火连，我来，转烽火，转烽火，中间两只，中间两只哦。我牧师去，我牧师去，中间两只什么？爆职业，小弟和鸟师，鸟弟和法师，打射了，打射了，那农场打射了，农场射了开始，射了开始。靠背，我们是倒，我们是倒那个。来，去打，去打，去打，射了可以打，帮我打。那萨满控起来，旁边那个萨满，蓝色那个直接把他控起来。OK。有叶子可以吃，有叶子可以吃。林醒，你可以去吃叶子。烽火漫天，烽火啊，震动了，震动了。中安，中安了，中安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哎，等一下再打一波射了。哎，再打。哎，萨满不要让他走，萨满不要让他走。靠背，他们有一个跑掉了，他们来撤了，他们撤了。农场他们来撤了。小丁，快走！你们先搬好钟，就在可以开到矿。嗯，就在矿开到。是。矿一贼，我可以。他们跑掉了，他们跑掉了。小丁，跑掉了，一个萨满跑掉了。小丁，放刀一个萨满。小丁，快去右下，他们去打右下。这边打昏鸦，昏鸦死，烽火流。哎。烽火不要傻，打烽火，打烽火，昏鸦不要打烽火，不要打昏鸦，打烽火。牧师，不是留下，不是把他留下，靠背怎么了？牧师那个真二品。牧师，你先OK，你去跑，你去跑。落地这边两个，哦，就在这边两个。好，我牧师去了。然后来了，农场谁守？农场谁守 ？DK 守 ，DK 守 ，DK 守。不，鸟弟去换 DK 出来，鸟弟换 DK 出来，鸟弟换 DK 出来。OK， 鸟弟去右上换 DK 出来。田姐，你来可爱这边。好。把 DK 快点换出来哦！没事，我技能我可以守，我守。居然你几个？我这边四个，赶快来人！你们太慢了。太走了，圣骑要到了，圣骑要到了。牧师到，别紧张。三个圣骑牧师都到了。超血，你在农场跟圣坛的中间，你不要在那个位置。对。如果小关被打，你再过去就好，中间就好。我被你决斗哦。圣坛两个，我遇到圣坛两个，牧师去，牧师在，三个，那个鸟弟回去，没事，OK， 你先回去，我先撑一下，我这边可以，靠我这边了，圣坛，好，没事，我们守三点，不要乱，守三点，不要乱，你们打得回来吗？谁可以杀？小弟去把 DK 换出来，点在中间跑 ，OK， 对你跑这里，三点中间，黑风白月，小关你还守我的点。我牧师脱战了，我牧师脱战。去追那盗贼，不要让盗贼走。鸟滴回报一下，那个鸟滴在两个点之间，那个市场跟农场。超前，快！养鸟没出来。超前，他们鸟在哪？冰斗不见，然后一个在圣坛，那个关皮在圣坛，然后冰斗没有出来。哦，冰斗出来了，在超前的旁边。冰斗在超前旁边。我这边两只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那个小关，你去换 DK 出来，你可以走再回去。圣骑，你靠近左上一点啊！我牧师待在旁边排吧。小关 DK 走了，小关。市场4只5只。市场5只。DK 要到 DK 到市场哦 ，DK 到市场。你叫我忙到。控制撑住。我在撑了。哦，我给你压制，我给你压制。撑住，圣骑要到了。来这边，我打烽火，帮我打烽火，我接自己，烽火去打。鸟滴往农场走，鸟滴往中路光环，中路光环。你们不会被打。鸟滴你走。来帮我打法师，施梦者开始，我控住上完了。施梦者不继续帮我打，施梦者，把冰箱逼出来哦。不行，来，赶快。我射了，打射了，圣骑，神剑骑，房子里面那个神剑骑，旗下帮我看一下哦，旗下帮 DK 看一下，神剑骑去打。OK， 神剑骑继续打，我开个罩子，旗下一个罩子，神剑骑继续打，把那个射了。牧师被满兵去了，小丁出来讲一下，去一下，好，谢谢。来，继续打出来，继续打射了，
牧师把我控起来可以吗？牧师，农一贼，农一贼，农一贼，你们鸟弟在，鸟弟在，鸟弟在农，鸟弟在农。那个那个，火力转婚呀，火力转婚呀，火力转婚呀，转婚呀，转婚呀，不要让他们撤哦，帮我出去的 ，DH 去岛上法师走了，你中场看一下人啊。跟我包吧，婚呀婚呀，包吧包吧，三农三。来，那个往旗下打，我们拆火就好，拆火打射了，打射了。来，我们人数输哦，他们人比较多，他们五个，我们拆火就好。那 DH 去矿 ，DH 去矿，我去农断。我被断了，我被晕了。来，我们打射了，拆火就好，中场拆火就好。继续打射喽，继续打射了。来，他们有压力了。来 ，OK， 转另一个圣骑，封我，封我，打封我。来，我接自己，封我自己。来，封我可以打，封我可以打。来，帮我定一下萨满哦，帮我定一下萨满，萨满在后面补。龙三个要帮你们，可不可以来人？我们是去，我们是去。我还有十秒。靠背，乌鸦不要让乌鸦跑，不要让乌鸦跑，不要让乌鸦跑。来，旗下帮我看一下。我看一下。大圣，我一个快没魔的圣。来，打乌鸦，打乌鸦，打乌鸦。没事，打乌鸦，不要让他拦人，不要让他拦我们的。我快没魔了，我得先走了。雷音吗？来吗？来搞不好。莱茵，你去回魔。莱茵，莱茵，你先去回魔。超血在这边，中间撑一下，让补子先回。莱茵，你先去回。你直接去了吗？谁来矿？谁来矿？就要去，就要去，就要去，就要去。来这边装火，旗下婚家，帮我打旗下婚家，婚家再打一波婚家。就要去就好，就要去就好，就要去就好。好 ，OK。婚家跟子，婚家跟子。婚家去打，婚家去打，把压下去。你贼憋屈可以吧？来转封我，转封我，再转封我，帮我转封我，不好意思，再转一次封我，再转封我，来封我个 S。你追他，你追他，你追他。来，我再开个七，那个罩子 DK。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来封我去打，封我去打，封我去打。看到他吗？要帮吗？矿要帮吗？上马控起来，上马控起来，可以吗？旁边那场那个憋屈，你回法师出，打法师，打法师。他们法师出，他们法师在中间了。OK， 法师转法师，转法师。我四秒后有爆发，他燃烧。OK， 矿要注意起子。来，爆发，爆发。OK， 法师开始，他没有冰箱，他没有冰箱。蒙注意。市长打法师，市长打法师。H 追那个贼，给他死。牧师你喝水，牧师你出去喝水。来中间，来你回来哦。我们装火，我们拆火，我们拆火。鸟弟守一下矿，鸟弟守一下矿。我在中间去拆火，中间继续拆火，中间打封火。鸟弟守一下矿。聚散正旗，聚散正旗。来封火继续打，封火继续打，封火继续打。封火继续打，自己开个减伤，我们拆火就好。来，这罩子我们的，进罩子打。DH 靠近矿 ，DH 靠近矿 ，DH 来转法师，转法师。中间市场转一波法师。DH 去矿 ，DH 去矿，他们贼出来，你抓贼，你盯那个贼。他们一只鸟弟靠拢。来，再打一波烽火，再打一波烽火，我烽火接自己。谁出来了？谁在右边？好，烽火接爆发，靠拢，牧师靠拢，小姐，烽火接爆发。哎，靠背，法师他们法师在控，来我拉进来，我们继续打。法师在哪里？在旁边，在中场，在中场，法师在中场。在场旁边。他我拉进来了，他还是里面。然后 DK 被控，我们打那个射了，打射了，扭头人，我们打扭头人，就像我们公司，就像我们公司，来开个罩子，那个 DH 出去抓小敌，抓他们的，打射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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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公司你往旗下走，往旗下走，抄血救下我们 DH， 抄血救下我们 DH， 我们是快没魔，我被满心痛，我被满心，来射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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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爆发，快点，治疗术，来哦，治疗术。来看池，看池，小圣哪开到？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来，没事，没事，来中间开火就好。他们有一个跑掉了，他们有一个矿鸟弟，矿鸟弟，矿两鸟弟，第二个可以超血过去 ，DH 跟超血过去。中间撑住就好，中间撑住就好。尽量钻，不要北去矿哦，北去矿了。DH 跟超血过去，你们三打三。哎，中间打一个补，中间打一个补，中间需要帮忙哦，中间需要帮忙。小弟，先撑一下，先撑一下。来，我们拆火打烽火，我们拆火打烽火。可以撑一下而已。来，烽火狙打，烽火狙打，烽火狙打。谁也在控。中间他们中间多一个萨满，中间多一个萨满。来，他们哦。
来打对对打射了打射了对打射了狙打射了不用客气不用客气，来 DK 开爆发打射打射了，五秒后爆发，没关系，好先压先压射了先压，哦中间倒补了中间倒补，快到了快到了，我接，中间有人在开启中间有人在开启，你封我在偷拍我在偷拍，我到了 DK 进一个刀子，我们打射了狙打射了伤害给射了。中间倒补哦，中间倒补哦，中间还在倒补哦，中间还在补啊！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。好好 ，OK， 狙打射了，射了 DK 接自己。来，我们转上满，转上满，直接这上满，开开开起！对对对，让他死，让他死！我撑不了多久，你们快点！我来了，来，因为我快来了，撑住！封我在偷开，中间封我在偷开，我们打上满，封！上满狙打，上满狙打，他变身，我们狙打。上门哦，精通光环，有爆发吗？有爆发吗？没有，十三秒。OK， 没事没事，我们压着上门打就好。来，蓝鹰镇住。OK， 突然真的干妈的一堆疯狗在追着我打。